本片改编自1960年文华大学大人馆情杀事件。逃，快逃！你是我的，徐幼仪。就算是死也逃不了。怎么会？我明明被……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个人会控住所有死在这里的人。在一起吧。怨鬼楼，2016文华大学联合迎新恐怖嘉年华，0914七点放映室与你在一起。主任，林淑宇，你人在哪啊？我在出外勤跑新闻。哦，外勤？排班表的刚才跟我说，你好像不愿意排我们娱乐线的班。哦，没有没有，主任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可能最近我状态比较不好，说话比较容易让人误会。好，那你到底去哪了？刚刚打你十几通电话，都在讯号外。我刚到文华大学。可能山上收讯比较差一点。文华？哦，最近那个电影摄影片闹鬼的。对，现在鬼月嘛，又是校园鬼故事，我就想可以赶快做个独家报道。不对啊，文华怎么会同意这种鬼啊灵异的采访？以前为了追踪黄婷婷失踪案，我们也得罪过他们。不换个题材吗？不，主任，要是能弄到点什么，这条新闻一定会红的。啊，好吧，文华晚上特别阴，自己小心。好，谢谢主任。谁？谁在那里啊？怎么又是你啊？啊，啊，去去去去去！哎，
预告片出去之后会有很多人看吧，还有两个小时。收到了吗？喂，什么？请问哪位？信，好不容易送到你手上。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要是发生什么事就跟我说一声。主任，你转来娱乐线也算是我的人了，就这样去忙吧。
要为各位播报一则产业新闻。老牌游戏公司大宇资讯于昨日宣布，旗下多款产品将于明年推出。透过单机游戏开发为主的策略，未来将往全球平台发行。谁啊？哎呀，年纪大了，老是睡不好啊。哎，醒了就睡不着喽。找点事情做好了。哎。安心牌小木马，哎，秀逗秀逗。哎呀，还是阮某上水啦。哎呀，也是阮某上水的。
哈哈。哦。
母带，我的天啊，真的在这里。不过哪里可以播？同学，哎呦，我真的有这么像鬼哦？哎呀，拍谁了哈，把你吓到了。同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诶，哎呦，不对哦，你看起来不像同学哦。现在妹妹的打扮有这么成熟吗？诶，哎呀，新和社新闻记者连淑宇。哦哦哦，你就是电视上那个甜心主播哦。哎呦，我很喜欢你咧。本人比电视更漂亮啊。谢谢。哎。是这样的，我来跟学生做采访。约这么晚了、啊。对啊，大家都忙嘛。我联络一下哈。哦。您拨的电话无人回应，将为您转接语音信箱，多声后开始计费。电话都不接哈、哦。哎呦，把你一个人丢在这边迷路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不好意思，我这边的巫同学好像在忙，还是教官啊，您方不方便给我做个小采访？哎，我不方便。什么都可以，像是学校的环境或历史都可以。哎呀，因为我的长官一定要我做文华的报道。还是教官，您知不知道任何小故事啊？哦，空手回去会被骂。哎呀，我懂了。哎，你有眼光，这种事哦，你找我黄忠勇就对了啦。文华的事哦，我知道的可多了。哎呦，在这里站着讲怪怪的了，我看我们去学生餐厅啊，坐着哈、哦，边坐边聊啦，啊，比较舒服。什么声音？可能是什么东西没放好啊，掉在地上。这样子啦，我先去看一看啊，收拾一下。那你在这边稍等一会哈、啊。没被发现。声音好像蛮大的。去看看吧。哎呀，怎么又这样？还好吗？嗯，需要帮忙吗？哎呦，你怎么跑来这里啊？没有了，这都小事啊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哦。不然这样好了，刚好我请你喝个饮料了，你想喝什么？
都可以，您选就好。哦，这样哦。好了，那你先坐了。哎，这个啦，清凉解渴，熊赞你了。你想从哪里开始聊啊？还是有没有什么想知道的？我跟你说，文华我熟得不得了了，你尽管问。那，请问您知道2000年的黄婷婷失踪事件吗？黄婷婷，这个。她，可惜了，一个好好的女孩子。教官，您认识她吗？算是了。可是她后来不就死掉了吗？因为尸体一直没有找到的关系，所以到现在警察那边还是挂失踪人口。是了，是了。不过这么多年了，我想人也已经……我也是这么想的啦。不过你怎么会有这个影片啊？网络上都有啊，您没看过吗？网络哦，我跟网络不熟啦。什么新的2C、3C 啊，什么产品的也不太会用啦。对哦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女孩子？其实我之前有做过黄婷婷的回顾特辑报道，刚刚又看到电梯，突然想起来了。看到教官您好像蛮资深的，就想说问问看。资深哦，也算是了。一个人待的时间长啊，久了啊，时间就过得更快。您这么晚都还在学校，一定很辛苦吧？哎呀，不会不会啦，反正啊，我也没有地方去啊，在这里待着比较舒服了。是跟太太吵架吗？我老婆很早就过世了，出意外死的。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没事了。你看啊，很漂亮的护士小姐哦。追她追了很久，真的很漂亮。她以前啊也是我们学校的，管保健室的。咔嚓哦，哎呦，一些臭小鬼哦，什么手被纸割一下都要去找她啦。要不是……抱歉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的，我才是啊。一直在说我自己的事情，很无聊哈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很高兴您愿意跟我分享。很久没有人陪我聊天了，谢谢你啊。那你喝个饮料休息一下啊。好了以后，我带你去校史区。谢谢。好了，那走吧。拍谁啊？老电梯又坏了，不老推哦，它健康啦。学长好！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学长 B
比我还早来的效果了，叫小黄，久了大家也都跟着叫学长。学长好。嘿嘿，你也很趣味的呢。喂，喂，请问是不是打错了？天使，你常出现。谢谢你，没其他事就先挂。你来了，你来了，救我！小姐，还好吗？需要帮忙打119吗？快来！去吗？是恶作剧吗？哎，现在的学生啊，真敢啊，天不怕地不怕的。您担心会出事吗？好像都说这边是鬼楼。鬼楼哦。嗯。12点前要玩什么都随便他们了。这是创校校长徐文雄先生吧？哎，你做很多功课哦。他是个好人啊。哎呀，就是哦，眼睛不太好啊。啊？哦哦，没有了，他戴眼镜嘛。校史区到了，文华建校、大人馆、建馆历史哦，都在这。哦，那你慢慢看，看完有什么问题哦，再来跟我说
哦，要拍照、哦、嗯。新型的相机哦，可以啦，可以拍照。哎，不过哦，不要拍到我。您是怕？嘿，我是怕啊，我太帅啊，会把你那台哦闪到故障啦。那我会注意一下。哦，那是假的啦。假的？为什么？哎，你看啊，这上面这么新，哪像1960年画的？而且啊，这个还是正八卦建筑哎。嗯。八卦哦是这样的，正的哈、哦、就可以正邪驱鬼。我们这里呢，刚好就在阴阳交界地带，又在山上，要用正的八卦好好给它正一下。嗯，还有哦，这个方位角度啊，这些都要对准，要是乱搞啊，变成逆的八卦就不行了。逆八卦哈、哦、会招阴气进来，把阴气哈、哦、锁在里面，这样子哈、哦、死在里面的人就算变成鬼也出不去，外面的鬼又一直进来。哦，您懂风水哦，真厉害。哦，略懂啦，我后来哦自己有研究一下。如果当初建商有把建筑盖好那就好了，设计图怎么给他们就怎么盖啊，谁知道设计建筑的会乱搞啊，把这个地方哦用成逆八卦，盖房子的也无辜啊。嗯嗯，也是。啊，对了，嗯，说到闹鬼传闻，想说您在这里待了这么久，应该多少也遇过吧？鬼哦？嗯。哎，说起来也算多了，该怎么说好嘞？哎，不对哦，啊，这些神啊鬼的，你的报道用得到哦？这个？嗯？我……啊，哎呦，11:34。这么晚了，哎哎，好了好了，今天差不多的了。我再拍几张照，电梯的就好了。哎哎哎，不行不行，小姐，你要赶快离开了。又来了。今天几号？8月21号。哦，要22号了，难怪。哎，不用管我，先去忙吧。还是。啊，还是要不要我帮忙哈？不用，你不要乱跑啊，很晚了，12点前要赶快离开哦。还有20多分钟，放映室会有可以播录影带的地方吗？
不对，等等，跟预告片一样，还有刚刚的，奇怪，是按到了吗？该不会……油灯，护员，没有按钮啊。从这里到电梯都有。他在说谎，他是谁？刚刚放油灯的展示柜子上面也有八卦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
12点了。喂，我被困在电梯里面了。几位大哥，几位大哥，12点了，你怎么还在学校里面晃呢？同学，你谁啊？我是黄婷婷，救我，快救我，外面有鬼，有鬼啊！他要吃我，血，都是血，会死，我会死，脖子断掉。你还好吗？어디로가야하오균형이이끄는대로警察大哥，我这里是文华大学，遇到鬼。小姐，恶作剧电话别再打了。喂，喂。啊，再打就告你妨碍公务哦。喂，喂。啊，再打就告你妨碍公务哦。主任，有件事想问您。您说当初追黄婷婷案得罪过学校，刚刚想到了采访的记者好像是……别挖我了，去挖你真正想挖的吧。
A few moments later.
A few moments later.